到此何事？微臣有本且奏。请。差门啊！有道之君，一落落人；无道之君，一落落神。主公贪乱酒色，新人奸佞，昨儿已在江小楼上张弓乱射黎民，以杀人为乐，此有道之君所不为也。诚恐本性累乱，之后歪理，今当危在旦夕。冤我走！斩杀奸佞，重整朝纲，改正权分，与民兴礼，以免节州法割归。是荒野中，竟敢在寡人面前讲此不祥之言！不念你赵家几世宝贵，定再不饶。公啊，微臣不忍坐视君贵为王，因而冒死前走。主公若能听臣良言相劝，微臣啊纵死。酒矣，不必生气，请回相府。我难哭啊！是你们呀！
见臣民奉迎之上，老夫岂能用你这海鬼的奸贼？老丞相，你口口声声骂我是海鬼的奸贼，请问我奸在哪里？还在何处？一天，你讲。玄冥女乃是金后之一，下官我奉旨而行，有何罪过？我来问你这君听臣，这几酒君有过？臣当奏。好说好道。秀桃院玄冥女与鬼不离，你就该直言简奏，你为何不言？哎，这个为何不语？哎，这个这个什么？你个说，你个贱，你个来，老丞相。
相会。金魁乃是大霸，梁公乃是鬼王。小将与桃园一落千金，挑选名家美女一月七，南国的人笑中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这切秀言，我来问你，昨儿你投资过已在江小路上掌拱温室里面以杀人为乐，这叫什么相哦？这叫什么疯了。在桃园门外如此讲话，莫非你就罪嫌你了？老夫未曾饮酒，俺是心中有计哟。有计就该服药。心向雍邪，当用何邪？当用你现在的寒邪。在桃园门外气势汹汹，马不绝口，莫非让你管大权管小，战斗的无力。慢说是娇吗？惹得老夫心气，俺便是一大赵相贵。今儿如此讲话，莫非你情哦不敢还手？哦，怎么你还敢大瞧老夫不成吗？我打你何妨？两耳不干，两不求，两耳不干。Thank you.
相贵这就不顺，一在这桃园门外死大吵闹，成何体统？这不，我那个穆大臣就该斩首为鬼出海公。张相贵穆皇城就该斩首以正规法。这不，张相贵，寡人命儿遭朝议论朝事，张相贵需要招领。这个老匹夫靠入雷箭，常来纠缠，敬而有缘，真来的扫兴也。主公，从此休向桃园去了。寡人为君，人所欲为，谁敢阻拦？应战不让。只是微臣不敢奔下，还是另选那家大院才是啊。爱卿何出此言？你看赵相贵这张大权，欺上压下，猖狂之过，又不才之祸，微臣危在旦夕。自古君之于臣，哪有臣之于君？此老不出，寡人何为君乎？主公，天敖乃是神犬，能吃中间，明儿埋伏死于宫门左右，朝尊上殿，那年一场丧殿，那时间方出天敖汉处死，活曹老贼不还命。此计甚好，早去安排。安总子，thank you.
下拳头，喊出是方腾二拳，老将鬼他怎么样？他不再认识了。Thank you.
子，太后命你进宫。公主，随我买一宠进宫。上太，待我参福宫主。传，子宫有子，相夫此女不许进宫。吴大人，我从小伺候太后与公主一起长大，难道也算相夫的子女不成？即使太后子女，快扶公主进宫去吧。不孝，慢慢教他。念你身为驸马，不忍刀剑家臣，将赵佐撤到后院，三教松绵，慢慢忍等，斩尽杀绝，你将赵家运哦。
须上染进去，你慢进去，宫中的病要是越发的缠住，太后知道了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你们那个能担当得起吗？我们不敢，请我吩咐。公主锦儿一心要看菊花，你们快去桃园锻炼盘打菊花来。去。
明白了，公主，你在这里等候，我们军相国方才下来，即离此地。陈兄，随着我来。Oh!
进来，花是红的，你要黄的，花是黄的，你要红的，你要牢牢记下下了。那家管把守，不必细问，只管放心去吧。公主，如此我们就走了。不了，你哭什么？你还不快走？我走。
与公主共戏。公主下参，禀使臣中，戏从何来？但不知丧男丧女，今后要我前来看过。不满十月，落第二次。现在何处？既不承认，留下无忧，我将他扔到沟里去了。一派谎言，满口胡诌。你对上些，我要见下了公主。子贡有子，若不先出孤儿，俺便要走。那个干走小尾巴走走走。这是神当自敌，岂容你当随便出入。俺要走我不许。俺要走我不许。小尾巴走走走。
贤弟，仁兄，过儿怎么样了？过儿嘛，怎么样了？行啊，出宫。哎呀呀呀，这就好，这就好了啊！啊，说什么好了？土贼窃走房门，掀起三儿。有人先出孤儿，上次前进，三儿走了无人先出孤儿，要将全国与孤儿同年同月的婴儿一律斩尽杀绝。贤弟啊，如此说来，这孤儿还是难逃活命啊！哎呀，这，仁兄，为帝新增一子，名叫金哥。我将孤儿抱来叫你，你去土贼那里出手，就说我隐藏孤儿不见，土贼杀了我父子二人，仁兄就和安心无恙孤儿长大成人，一来搭救忠良子侯，二来搭救全归二人。好，贤弟啊，贤弟，你能视死救孤，可称忠义之士。只是一件，哪一件？无恙孤儿至少20余年，才能长大成人，报仇雪恨。说是你来看。为兄恶若他高年，犹如风前之舟，这离骨之事，文兄我如何样担待得起呀？这就难了。贤弟呀，文兄我有两船资金，快快讲啊！贤弟呀，贤弟，你能射出秦桑之子，难道为兄我就射不出老命一条？有为兄之前，你将靖哥用锦绣包裹藏将起来，包来叫我，然后你到头在哪里出手，就说为兄我隐藏过不现，头在必然得令人马前来搜抓，他搜查不出，必然拷打为兄；拷打不出，必然拷打贤弟。到那时候，你让他翻地挖墙，搜出金戈，杀了个老小二人，孤儿将军我呀，岂不成？贤弟啊，你这死活意呀，为了忠良，咱弟兄痛改舍命，只是我伤你死。弟媳不认呐。好，贤弟，为兄一死而已，这有何难杂？这是贤弟你啊。你从今往后难免世人叫骂，到那时候你有人带出熬得来，但等小果长大成人，与鬼出海，与仙鬼报仇，到那时候为兄的总是交传。
伯峰，我只说你不来，你倒来了，背叛小雕，不得不来。嗯，我把你过什么过此为孝，何事为大？顾二一四算不了什么大事，真乃的好孝也。进宫看病，将官儿保出宫去，你说是不是？将将，顾二一四保他活哟。顾二没有说起，曹贼一人尚在人世，他是哪个？我不认得。难道你就没问？我没问。他也没说。在时，你若献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哟。顾二一四，我无福享受你的荣华富贵。你当真不知？当真不知。果然不孝。果然不
相。难道你就不怕动刑？动刑何妨？难道你就不怕死吗？大清令你不肯施招，小鬼们，你将得风云吗？站起来！啊！不情，我问你有招无招？无招。动刑！啊！有招无招？东行啊！什么？小人啊，爬墙杀人！站来的下等小人，我能。常阳，相爷，何人包此孤儿？小人包此孤儿。你从哪路而去？我从前门而去。哪家官员放你出宫？黑夜提起小人啊，溜出宫门无人看见。孤儿现在何处？小人将他抱在城外乡下三家庄公孙自救家中。你抱孤儿出宫，为何又来出手？大人却出榜文要杀全归儿童，小人我年过四旬，刚生一子，唯恐连累在内，一来窘而不死，二来令大人的赏金来了。此事可与此救商议？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此事不敢商议，唯恐走漏风声。常阳，三家庄搜出孤儿，还贼罢了；搜不出孤儿，你要小心了。你要小心了。
仁兄在家吗？贤弟，你为何进而迟来呀？你让为兄啊好等啊。仁兄，涂香也到。参见涂香也。小威文走走啊。兄弟，这是为何啊？相爷，这是为了什么呀？且去，老狗，你藏的好，你藏的妙。相爷，你怒气满面来到彼时，是为何事啊？我问你官，什么官？不啊，相爷呀，我仕官不错，隐居多年，我未见什么孤儿，不孤儿哦。你当真不知？我当真不知。果然不孝。哎呀，果然不孝啊。长阳面对仁兄，快快献出国王，以免杀身自活。未见国王，你让我拿什么献出啊？仁兄，你可倒下黄了。刀下谁磨黄了啊？我将官包子公来，人子教育你手，怎么能做危险不问你？成英啊，啊，高飞呀，赵老丞相急需重量。为鬼为民，日今300余口今早斗手，只留下小小孤儿公主将他教育你儿不要，谁是你个贪生怕死忘恩负义之徒，今儿做出此事，令人好恨呀。不贪不顾你。
今儿落在我手，我把你呀、啊！先辞孤儿，孝辞我，先赴大还。但不知你是要上官，还是要领赏？小人我一不升官，二不领赏。你要怎样？哎呀，相爷。你看赵家的亲朋好友，一个个都是不怕死的侠义儿男。小人我家世单薄，请求相爷将我一家老小收留在相爷家中庇护，以免他人谋害。言之有理，你是我心腹之人，就在我家
座椅满开，我也身旁无子，定要抬举你那孩儿习文练武，长大之后受不了领兵带将。那时节你像老夫，我天必棒，岂不甚好？多谢相爷。张骞，来，相府设宴与你家程老爷喝光了。来，赞成此根小后患。赵从此不二难，忙回相府备酒宴。
上年有机密之言相告。好，带兄下马，请。贤弟，快快讲来。大人，你今儿为何还朝？姓朱赵玄，因而还朝。大人，你今还朝是恐有不测呀。贤弟，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？亲自登基，同安公约法专权，目无朝廷，欺压同僚，老贼作恶多端，没有说起。那程英吉儿子名叫程博，如今已长大成人，逃贼十分作用，一笔亲自封他为下军元帅。大人，你今还朝恐有不测呀。此事为兄早已知晓，咱乃信主，乃是有道之君，咱来赴汤蹈火也不容辞。亲自也非有道之君，何以见得？公子尚在野岭受苦，偷贼依然作威作福，何言有道？贤弟，国中忠良善思，为兄我就与你实言相告。偷贼兵权太重，为兄这次回朝，还得暗地网罗忠良一丝，待即抽检，放报无事。大人那算忠臣良将，令人敬佩呀。自古道忠臣不怕死，怕死其为忠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大臣就该挺身而出，报效贵家。对呀。前面为何尘土飞扬，人喊马叫？小子那程英的儿子程博又来走马叫唤。如此你我站在告白之处，看他是怎样的耀武扬威。请请。
将军空中飞来一群大人，看过弓箭节吗？为兄有私相求，无耻之徒不必见他。哼，我要将他暴打一顿，方叫他说出偷贼的底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大人就该上马前行。不必上马，你我弟兄不行，一路说话。下殿请，请。
在此地。少将为何双目盘泪？不必多言，速快离开此地。如此无礼，按鞭去。
将茶煮好，吹鼓炉随后就到。公主，你还看他做甚？当救活人，他是活人，他就是老狗长阳之子。现在哪里？现在门外。可曾泄露机密？未曾泄露机密。好，你服二了。好。
人。哎呀，酒未了，程英雄请坐。妈，这韩大人在此，哪有我的作为呀？程英雄乃是涂相爷的心腹，少将军的太爷，下去怎敢怠慢？程英雄，快快坐了。英雄，你竟还逃，万民清醒呐！好说，韩大人，你见过新主没有？见过了。新主怎样？新主命我和涂相爷和好相处，报效贵家。程英雄，韩大人，你是涂相爷的心腹，就该好话多说，若能将我提拔升了官，什么升官？嗯，我便有千金封送。封送千金？什么？你还嫌少吗？程英，我把你楼下子弄子来，还敢如此我吗？事实令人可气。你，韩大人，赵小奎在此把你抓了。韩大人，镇上二三十豺狼身上，见了你。韩大人，韩大人，
你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不好别怎么样。滚我不识忠良，不敢明讲，该打，该打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胡话说？韩大人，难道你当真把我当作忘恩负义、没有求用的小人吗？你出手过人，害死朱秀，罪恶滔天，你还有活话说？将官保出宫去，偷得铁子帮完，要杀权贵儿童，我童子就上衣，我认错亲生之子，他认错老命一条，这才有的官不是唯恐旁人不明，加害于我，万般无奈，躲在老贼家中庇护。如今官也长大成人，文武双全，安了。官，江州郊外那一骑马射的少年，他就是官啊。请起，一同请起。
方元帅。不放肆。哎，程英雄，你受苦了。不放肆。韩大人。程英雄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请道吉祥。公子患在英灵守墓，难道心主又是昏君之君吗？心主乃是有道之君，宣我回朝，除灭老贼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韩大人，仁兄，是你还朝，老贼二爷密谋，假和于你，你就该绞杀老贼，为鬼出海，与赵显贵报仇。那位此时二师爷下也正在两难之处啊！哎，这有何难？韩大人在外，孤儿在内，此岂不以内外夹攻，何愁老贼不灭？孤儿只有在贼府长大，恐怕一时难以醒悟，此时不敢轻举妄动，那是从长计议，防暴无事啊！哎，孤儿虽在老贼府中长大，我平儿私开教训，言听一从，然而与他讲明此身根本一作对应，我到明儿晚上韩大人带领人马暗暗将老贼包围，若见空中使出点离开杀戮，保管一句成功也。
思念奏响，少响几天。弟弟，这是一张什么花？姑丝花。姑丝花。儿啊，你看这花蕊花的是什么姑丝？好像穿白的与穿红的两家不和。穿红的还是要穿白的，穿红的见人就撒，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谁也不让。看的不错。爹爹，就可将故事的情由与孩儿讲述一遍。那穿红袍的美儿隐忧皇上，贪酒作乐，苦害良民百姓；那穿白袍的骂他是害鬼的奸贼，赢了就大闹起来了。穿白袍的是个好人呐、大大的好人。爹爹，再往下讲来。那穿红袍的已在金殿之上搬弄是非，喊出是方寸而权，穿白袍的违规违民，他杀了穿白袍的满门家眷三百余口。爹爹，难道连一个都没有留下吗？那穿龙袍的是那穿白袍的儿子，他的妻子乃是皇上的女儿，身怀有孕，堕入宫内去了。待不知公主生男生女？公主，哦，她生下一个孤儿。孤儿名叫什么？名叫赵武。赵武，哎呀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哼。什么好了？那穿红袍的一心要斩草除根，带领兵丁闯入宫中搜杀孤儿去了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爹爹，你孤儿怎么样了？孤儿怎么了？死了无忧。无忧。哎，怎么他们没有搜出孤儿？赵斌呐！穿蓝袍的抱出公园去了。哎呀，
这穿蓝袍的又是一个好人呐、啊！拿穿黄袍的，将公主的侍女抓去审问，要在江头孤儿的地方，那侍女一字不说，破口叫骂，比那奸贼奸。就算把孤儿给救下了，儿啊！那穿红袍的铁柱棒问：“贤妻三儿，有人先出孤儿，上是天津；三儿之内无人先出孤儿，有着全国与孤儿同年同月的婴儿，一律斩尽杀绝。啊”爹爹，如此说来，孤儿还是不得活，还是不得活呀，爹爹！那穿蓝袍的，同那穿黄袍的上衣，穿蓝袍的，射出亲生之子。穿黄袍的射出老命一条，穿蓝袍的将自己的儿子交于穿黄袍的，然后跑到穿红袍的那里，将穿黄袍的搞下，穿红袍的跑到穿黄袍的家中收走一个婴儿一言道。弟弟，一刀两断。你岂恨不过拼命死的？可怜呐、可怜，可怜那一位忠义的老年人他！
穿红袍的，以为孤儿已死，就大方宽心，将那穿蓝袍的留在他家。如今，啊，孤儿已长大成人，文武双全了。文武双全了。哦，他文武双全了。爹爹，他，你问的哪个？周家孤儿呀。你问他做甚？难道他都不与他家报仇了吗？他在那穿红袍的家中长大，如今跟着穿红袍的领兵带将耀武扬威，他不肯报仇了。嗯，好。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儿啊，你有此胆量。儿有此胆量。有此胆量好，说是你来看。那穿白袍的就是赵显贵赵盾，穿龙袍的就是驸马赵嵩，穿黄袍的就是公孙子纠，这穿蓝袍的就是个老汉程婴，那穿黄袍的就是奸贼童安公。这你就是赵子龙。我现在一大声我现在
不敌众，不敢前去。难道此事罢了不成？二人，韩大人带领人马在这周围等候，已经潜到相府门口。我将空中射出火箭，你可以杀了守门之人，大开大门迎接韩将军，两老贼难逃。如此甚好，二边请。请外面人喊马叫，手持宝剑杀出去了。相府从今前人来马，快快随我逃走。心宝贵，爱民如子。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救我！爹爹，救我！爹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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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程英雄，程英雄，爹爹，爹爹，程英雄。